好，行，我在这边等你啊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你跟别人沟通的这么顺畅，跟我们就一直就是复读机呢？谁到了？人家车马上就到了，你们车呢？那你扯这么半天，耽误我这么长时间？你耽误我吧？你说有车我才来这的。啊，我耽误你时间了？对啊。我不想再跟他重复一直在说那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了，我车就在下面，上不来，你下去就看到了。你租的啥车？我真的是上来呗，上来呗，上来呗，我真的是服了他了，真的是。啊？哎呀。赔钱，赔钱。小卷毛嘞，我求。赔钱。小卷毛一直没回我消息。浪费我时间，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。不是你说话。时间费、成本呢？我想问问你，一说话走了，拿这个小指人干嘛呢？你什么？有钱人的标志。好，说什么意思？我懂吗？他说我浪费的时间。嗯。时间、误工费、所以呢成本费、误工费还成本费。而且你需要啥成本？现在很冷啊，像我穿着这样子出来，陪你真的扯了两个小时。你冷。我不需要，没钱就好。赔吧赔，给他点误工费吧，给他啥误费？给他个哪给他误工费啊？给他个5块8块的呀。是吧？你让人家买杯奶茶啥的，对，暖暖身。别管多少钱了，多多少少是那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句话说的对啊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对，给你个，给你钱去买点奶茶啥的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3块5块的，对不对？少了多少钱？5块钱啊。赔钱。你想我少不了。哎，啥也说，啥也别说啊，把嘴给我闭上。9块9交个朋友。不行。哎，给他更少。嗯，少一点就完事了呗。少了多少钱啊？嗯，你给我少了多少钱？嗯，收款啊，收款啊，收款，收款就完事了啊。欢迎君子哥，感谢君子哥的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长跑托。感谢君子哥，感谢君子哥，君子哥威武霸气。来来来来，拿着，兄弟们给我挖一手。嗯，谢谢君子哥，感谢大哥，祝大哥，祝大哥。吉时吉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增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寿山寿海寿长生，生福生财生贵子，子孝孙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。祝愿君子哥有权有势有前程。牛逼！来点掌声行不行？行，好，牛逼！他说你贼没素质，你感觉我是好人。谢谢大哥夸奖，谢谢大哥。大哥说你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。哥，那是你因为你跟我接触的时间不长，接触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我不是人了。他根本就不是好人啊，好人，他根本就是人都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君子哥啊，慢慢说，慢慢说。嗯，是的，我操，截胡了。这老铁截我胡，你拍你拍你的拍你的拍你的，啊，没胶卷了，啊，没胶卷了吗？胶卷啊，不用胶卷了啊，他这个就内存，有点像卡片机那种感觉的，哎我操，呀，哎我这笑的挺，不是你这个刚刚你也没，你就不笑这么笑给我们看呢？你对我们就这么刻薄呢？真的是啊 ，I S O 调一调。是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灯光的快门应该是800/800。哎呦，你还懂啊？你把啊，我要调那么高，调那么高的话是低的。我懂，懂啊！等一下啊，我特别懂。还给他拍？还拍？这闪光灯其实也不行。啊，这就好了嘛。我这才叫陈老师，兄弟们。这才叫陈老师啊！我操。眼神。哎。那拍照的不要我也是。不用，就是要自然美那种感觉。这女的不讲话还行，谁说的这么有水平？谁说的这么有内涵？啊，说不讲话还行，给她一次吧，好吧，给她一次。她一说话就复读机，复读机的。对呀，给她一次吧，兄弟们。这样，给你一次，好。给你一次吗？啊，这个就这个，我操，这兄弟连拍，嘎嘎嘎嘎嘎嘎的，我操。嗯。专业呀，哎，对角度啊。你要哎，兄弟们，一会儿，待会儿可以让这个老铁去拍呀，兄弟们啊！这干啥呀？可以让这个老铁去拍呀，兄弟们啊！咔咔咔咔咔咔咔不停，咯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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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我操！这叫连拍模式哦，给他一次。摄影技术的终极技能，不冷，我很坚强
这还不冷、哎、呀啊？太单一了，为什么冷、啊？这还不冷啊啊！我脚红了吗？没有啊，你看这多美、哎、多长，这鸡皮疙瘩都有了。你看你看哪里有？这不是疙瘩吗？你看这是。哎，看啥呢？看你是不是长腿毛啊？你才长腿毛，你全身都有毛。你咋是长的？挺好的一女孩，可惜长了张嘴。哎，挺好一女孩啊。嘴不好看吗？你的嘴啊。给你个机会再说一句，挺好的一个女孩，可惜不是个哑巴。挺好个女孩，只要不是女的就好了。挺好一女孩啊。挺好的女孩都是永远都不到，可惜会说话，永远都得不到的女孩。对啊，永远得不到，我不想得到。你不是说车啥的到了吗？到了之后你就租那个吧，我们那个租不了。我们不租给你了，好吧？这个底细啊，那不租就不租。对呀、啊，那不租就不租了呀。那你不租，反正你的都是破车，我们是破车。加油的路上，这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已经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车就在下面。久呢？这也没有多久啊。上嘛呀？那才多久啊？上嘛呀？这半个小时啊。你这表是画上去的吧？我这意念呢？是画上去的。交给我，我把他的嘴给堵上。好，没问题，兄弟，好吧。这个妹子交给你，兄弟们，你们用你们的方法把他的嘴给他堵上，好吧？别在这晃悠了，我们当我们我们走了，好吧？我在这里等我的车、啊。等你啥车？是那个吗？开了很高的嘞。我们家怎么车？开了很好看。这个啊？不要。老公，我想回家了。你想回家了？我家里等你啊。哎，小兰呀，是你的。这咋那么眼熟啊？哎，他怎么样？这是她男朋友，破阿爸。豪车吗？看清楚点，这辆才是。就这。来吧。啊。这才是车。啊？怎么才来呢？老公，他比你高一点。那才来这块的，才来就才来吧，不是我租，他租，谁租啊？他跟我没关系。给我看一下这辆车。上吧。上吧，多少钱啊？这辆车？这兄弟跟我解释，不好意思，才来，才来。你们两个。啊，好。看清楚点吧。看清楚了。那咋了？这不四环吗？啊！四环。你比五环少一环。四环。这不四环，四环啊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啥呀？他竟然夸奖我哈。到到，哇！干嘛？你这有懒沙发，座位可以调。你租给他租多少钱？我们之前不是谈好的价格吗？嗯。就是啊，就这辆，这辆车是我。不是你不是没带驾照吗？没驾照，你坐吗？他没驾照，他没驾照。嗯，没带驾照，他过来看一下呀。他没有驾照。他没驾照，驾照怎么开啊？对呀、啊，没驾照怎么开啊，美女？对呀、啊，你还想开走？我操！赶紧熄火熄了，火已经熄了，火已经熄了。不开车行？租我们车干嘛呢？不开可以，不开可以啊。不开车行吗？你要干嘛？你租来干嘛的嘛？我不管你是。啊，拍照啊！哦，拍照啊！拍照啊！啊、哦，没事，开吧。他给了你多少钱租这个车，兄弟？我们都谈好了价格啊，就不方便外露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对啊。哎呀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是吧？啊，行。你们啥时候准备开啊？我们不开，他要租我们的车，租我们的车，你知道吗？他要租我们的，后来我们不租给他了，不想租给他了。你们什么车？兰博基尼 SV Go， 还有迈凯伦 P1。我来的时候没看到啊。啊，就在那里。啊？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。一会儿去看一下。一会儿去看一下啊，可以。怎么样，美女？还可以吧？我你能在这车上拍两个小时啊？真的吗？啊，行，他给你打了灯光这块。能用臭袜子把他嘴堵住吗？那得找华子借，兄弟们啊，那得找华子借啊。啊，他这个能敞篷吗，兄弟们？他这能哦，不能敞篷是吧？硬顶的是吧？这车敞不了。这车敞不了。好帅啊，阿巴。这阿巴挺帅的呀、啊，兄弟们。这老阿巴挺帅的啊。新阿巴太贵了，老阿巴挺帅的。兄弟，我能上车感受吗？看一下吗？啊，谢谢啊。今天你们租车，你们是租车？啊，不是我租的。
把我们当成一起的了。对，他以为我们是组成的。他以为咱们一起组的。啊，快说一下。你干啥呢啊？这是我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牛逼呀、啊！我操！兄弟，你有驾照吧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这是我租的车，啊、你干嘛呢？你租的车啊？对啊，这是我租的。你租，你租，看一下。你没给他钱呢？下来啊！你还没给人家钱呢？给了。是吗？我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，看。你看，你看，拍一下屁股，看一下声浪。坐着就要给钱。我操！大堂啊！哎，哎，好听啊！声音比酷啊！这声音酷啊！这车比我那车便宜多了，我。那他这个声音，实话实说，比我那个大炸多了。我操，兄弟们！没有装消音啊！哎呀，不对，兄弟们，没有装消音啊！我跟你讲，这车就600多万，我那个要100万，我那个。他的声音确实，他这个车被追过尾。为什么牌照都被人印上了？我操！是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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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但是没时候，要不就是你追别人，这么皮的吗？对呀、啊，牌照都印上去，牌照都印上去了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牛逼啊，牛逼牛逼！哎呀，兄弟们，那我很后悔啊！我看我这要声浪没声浪的，要敞篷又不能敞篷。那个车在什么纽北，是吧？纽伯格利纽伯格北纽北，就反正就纽北那个赛道那个成绩好啊。不，那车没有啊，没有R8。嗯，是吧？那性能车呀，那块的。我那性能车，但是我那个还是要再上一点的那个 GT3， 你知道吗？啊、哦、，AMG GT3， 它那个是，哦、那才可以。就是我那个赛道版啊 ，AMG 绿魔 GT3， 怎么样？嗯，挺帅，我操。满意不？你是排气室改了吗？啊、排气室改了吗？满意，别满意了。那什么时候？应该是改了，我操，双出排气。对啊，看阿迪的灯就是真的。还欠我钱，早上没拿出来。哎，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我们欠你们钱？我们欠你钱是什么意思？欠我钱？我欠你钱？我给他们钱呢。你给我？那个好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长了一张嘴呢？啊？好好的一个姑娘，可惜不是哑巴，我操！你们付一下。他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们不认识他。你们怎么开推皮球了？车都开过来了。不是，我们不认识他。别闹！我欠你1000块钱，我欠你一个嘴巴子，好吧？我给你一个，好不好？给你一个嘴巴子，行不行？神经病，我靠！上来说我们欠他1000块钱，不有病吗？这个女人，我离远点，我靠！不然这种人，这雷劈他，容易连累着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不是来租车的，这是来讹车的，这是他妈就是来讹车的，这是啊，上良心啊，真的是！哎，能不能找双臭袜子把他嘴巴堵上？我这就想问一下，能不能啊？能不能找个臭袜子把他嘴巴堵上？我真的啊，可以，擦过屁股吗？没有准备要擦屁股的，准备要擦，你先擦了再给他堵上吧，直接堵他嘴。对，你先。兄弟，车都开过来了，钱最起码付一下，肯定。不是我们租的呀，兄弟。我给你捋啊，我和他不认识，他要租车，他其实是要租我们的车。对。我们车在路上加油，然后他一直嫌久，没到时候他就嫌久。后来我们说到下面，我们车停在下面了，上不来，让他下去，他也不去，他就给你打了个电话，你就来了。没想到你这么快，兄弟。那是啊，这美女这么多，能没想到你真快啊！你刷刷你就来了，来了之后好了，他就用你这车了。然后完了还拍了照了，拍了照之后还找我们要钱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得着吗？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也是跟你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是租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想把车租给他，他自己跟我们说的。大家都开跑车，不在乎这点钱吗？不在乎这点钱，我们也不能说瞎给他1000块钱，要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要不是美女，你不有病吗？这不是找我们要钱、哎、啊？要不你们去玩，我带美女出去玩啊？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别吵！要不你们出去玩，然后我带美女出去玩，总可以不？可以，没问题啊。那拜拜啊！你俩走了，你俩走吧，你俩赶紧走吧，不要给我钱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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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。他在问他啊？什么？这个啊？这个我不要了，给你吧。啊，我们出去玩吧。怎么就不要了？不要了呀？为什么呢？不为什么？哎呀，他们有什么？反正也不值钱啊，拿走吧，拿走吧啊！你那买一送一啊，送那个好吧？可以啊，刚才那个送给你好吧？赶紧那个朋友都，你上去试试。嗯，要不出去玩？买一送一好吧？那个也送给你，
好吧，那是我奶妈。我车，哎呀，坐不下，就只能坐我们俩。啊，只能坐俩是吧？没事，他可以跟着你们车轮子一起滚。你硬不硬？黑不黑？有没有三十分钟？我眼睛进沙子，你帮我推一下。那好吧，我需要六瓶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我叫过来的吗？哎，开上车。美女，你等会儿。不是我叫过来的，你干嘛呢？你去哪里了啊？我操，这他妈的！看到人家开了个跑车，粘上去了，兄弟们，这个。大戏啊！这。我操。这女的真的是有点恶心啊！你看看看看到人家把个开个奥，我操！对呀、啊，就是想当名媛的，然后完了看到人家开了个跑车想粘上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我操，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？用一句有文化一点的形容词来说，就是 easy go。那你先上车试一下嘛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啊，好，你先上车吧，纯纯，去吧，买一送一啊。什么叫买一送一？你先尝试一下。好，没问题啊。你们聊啥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认识他呀？我不认识啊。那你满口答应，你啥呢？人家给你还给你插开，还让人家给你开车门。车对呀、啊。不是呀、啊。不就开阿八吗？你不知道你秋哥开什么车吗，大哥？我肯定知道。我比他，我的车比他贵50万，大哥。正常沟通啊。正常沟通，你他妈快上车了，你就。他跟我们不是一起的。对呀、啊。别犯傻，你都要上车了都啊！没有上车，一会儿 SUV 够劈，你不要坐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小子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你就你小子真的是啊！我可没有色心大起、啊，那色心大见色起意。哎，巅峰哥，你看一下你家纯纯，你看一下这个这副嘴脸，看看这副嘴脸，巅峰哥给你看一下。没有上车了都快要，幸好我拦着他。是人家让我就是跟他聊聊天啥的，就是恶心，看到没？哪有恶心？哪有？你说他恶心？我怎么了？你太恶心了！我哪里恶心了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咦，太恶心了！我操！我心死了！我。啊！哎呀，眼睛进沙子了！眼睛进，来，我来给他吹一下。哎。剧情好熟悉啊，感觉在模仿我们。哎，这是快，知道吗？恶心！咦，这女朋友吗？不认识他，觉得好奇怪，这不耽误我时间，该赔钱啊！我谁耽误你时间啊？谭总声音挺大一个，谭总。我前面那两个谁欠钱？给一半的费用，这租车的费用他们应该给一半。你把欠条拿出来，我看一下，我欠你钱。耽误我时间了，刚刚。你还耽误我时间呢？我没找你要钱呢，真的是。三四个小时。三四个小时，我他妈直播还没有三个四个小时呢，你就三四个小时。你复读机，你没有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吧？车都没见到，怎么算的？你看这辆车。巅峰哥说他有那女孩好看吗？我们的没有。哪个女孩？他。你说的呢？巅峰哥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自己看，我给你划上来啊。嗯。你看，巅峰哥说，看到没？他有那女生好看吗？没有。好了，兄弟，别耽误时间了。他说这么久了，车在停着，是你们谁付钱？他付钱。你耽误我时间，不应该给一半吗？你耽误我时间，那要不你把这个车送我，真的是啊。我车开过来，你什么脑子啊？好好一个女孩，为什么是个哑巴呢？我就想问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么好一个女孩，为什么不是个哑巴？钱是应该他们给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还耽误我时间，不见你给我钱。过来了，谁家给钱就给钱。他给了一半，还剩下一半是你给的。兄弟，这边你们得给钱了，都过来了。关我屁事啊！现在都已经不是关我屁事啊！我马上出去玩了，你先给钱。你赶紧出去玩啊！关我们屁事，问题是怎么走啊？车都开过来了，兄弟。那你找他要啊？有啥事跟我说。我看这个兄弟说话公平。好，他是我舅舅，你找他啊，找他要钱找他，对，要钱找他。他是我舅舅，我还未成年呢，我还。过来，你们谁家给钱就给钱就行了。你说什么事儿？刚才？租车呀，啊，我路过，跟我没关系这个事儿啊，我也没关系。哎，兄弟，不能推皮球啊！要不给你吧，好吧？跟我哎，你找他要钱，他是我妈。我不是他妈。哦，那是我奶妈啊。好吧，你找他这俩女的要钱去，好吧？好尴尬，我靠！哎呀，开车出来玩的，不至于吧？这点钱？问题这点钱确实不至于。问题是他租你的车找他呀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的，美女这边先把钱给你们这边，该给钱就给钱了。那他没给我们钱呢？问题是都说给了，他没给，就给你了。那我把聊天记录给你看一下，来。聊天记录不顶用，那都能 PS 干嘛？我还可以给你现金呢。哎，耽误时间。哎，你不能听他一面。哇，你是真的是臭不要脸呐！我操，兄弟们。哇，
啊，你是真的是臭不要脸了，你真的啊！我给你现金呢。给我现金啊？对呀。啊，我还说我给你现金了呢。耽误我时间了，应该给你。你咋不说我是你爸爸呢？行啊，我操，都快十一点，我马上出去玩，你该给钱给钱啊，别闹。跟谁俩呢你啊？你俩？你跟谁要钱呢？就你俩，美女都说你给你们钱了，我操！不关我事。我也没有啊，要命我也不给啊。要命还不给？你的命很值钱吗？那你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要命了，不要妈，你不是有四十万吗？给随便给他个。我干嘛给他？哇，这就不好了吧？该给钱给钱，车都开过来了，我说大晚上的。那他有四十万啊，他有四十万，他就他，他有钱，他有钱，他大老爷们儿，不能往女生身上推、啊。他是我妈，不应该让他给钱吗？对不对？我还小，我还小，我还小，我年纪小，他给钱。妈咪是吧？对，他是监护，他是我监护人，啊，给钱吗？监护人。钱为什么给钱？你干嘛了？他找我要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钱咱们给不着啊、嗯，你知道吗？是给不了，他都和他臭不要脸的他。好好一女孩就是钱给钱，兄弟，别推了，这边谁都别管用，这边舅舅也不管，舅舅出去兜风，然后这边妈妈出去兜风。不是舅舅路过，这边该给钱给钱，兄弟。关我屁事啊！人家这边说给你了，这美女说是给他了吧？对啊。他长了张嘴说给我了就给我了。去你当我时间费啊！这现在现场他还欠我一万块钱呢，你找他要好吧？找你不可能说随便拉个人说欠钱嘛，肯定是他欠我一万块钱，还把我处男拿走了，你找他好吧？一个小时呢，处男？什么叫把你处男拿走了？他的版本是他说他要做他女朋友。对呀、啊，他说要做我两天女朋友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操！我车都开过来了，别闹啊！我已经反正我钱已经给你一半了，剩下一半他们付。那给了多少啊？给一半啊？一半是多少啊？这哪个是你闺蜜啊？我闺蜜，我闺蜜还没到、啊。这个美女是哪个、啊、你还有闺蜜啊？我啊，我跟他们一起的。你跟他们一起的？是啊。跟他们有什么好玩？你看这一千块钱，看到没？我靠，好尴尬不？你当我女朋友两个小时，我就把车租给你两个小时，可不可以？你说。他说两天都可以。啊，他说两天都可以。行，别给我看，我操，兄弟，你这边该给钱、嗯、给钱，我马上走了。没钱。问题是没钱，不太好吧？不是太厚了脸皮。你问你，哇，这女的是真的是臭不要脸，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讨厌，从来没讨厌过这么样一个女孩。走了，兄弟，你找她要，我钱都在她那，她是我财务。拿钱，别闹。舅舅又是财务，钱。好话歹话都说了，我操，兄弟，而不给钱什么情况？我路过。兄弟，你是个傻子吗？你是个，兄弟，别闹了，大晚上的，你也别闹了，好吧？他说啥？给你钱了，我操！你不给我谁给我？你看一下这个聊天记录吧，啊？看聊天记录可屁了吧？假的吗？我给你现金了，看到没？给你现金，明白了吧？这是你发的吗？你看一下，这不是我的。你拿他手机，人家说了不是你发的，操！你拿他谁我都不知道。你拿他手机，让他把他的微信打开看一下，好吧？非常的简单。别闹了，别闹，快拿钱。好友吗？没有啊。哟，你还把我删了？没删啊，连好友都不是，我靠，怎么给你发消息？那直接看他朋友圈好吧。这都不是我啊。兄弟，他结婚了，兄弟。他结婚了，这还不是你？哎，大家出来。这还不是你？哎，别扯别的，别扯别的，大家出来玩，我操，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嘛嘞？该给钱给钱，马上走了。哎呀，那可能还离了呢，对不对？兄弟，别拖了，好吧？干嘛呢？啊？啊？干嘛呢？声音。他手机呢？干嘛呢？别闹了，兄弟。没手机啊？干嘛呢？你那这错人了吧？哇，这臭不要脸的真的是啊！兄弟，大晚上别闹了，快点，我准备走了，还有事儿。啊，是吗？等一下，对对对，那你先帮我拿一下啊。嗯嗯，打个电话，我打电话拿钱。天天的啊，我打个电话要拿钱啊。嗯，哎对，哎是什么？嗯，好好说，好着说。你帮我拿一下手机。你是他那个舅舅是吧？你帮我去追他去。不是，你是他舅舅是吧？我是别别，来你给我拿一下。哎，你别再跑了，我操！我不能跑。别，你拿，你别跑，你拿一下，你拿一下。对不对？对，你给我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对对，哎，对你拿好，你拿好。我先注意他点。我跟你说的真是找你找好吗？你看好了。操！什么情况？这俩兄弟？哎，对，就在拍一点。这俩兄弟干嘛的？我操！这俩兄弟到底干嘛的跑了？张大哥要看一下你，看你送了什么书。哎呀，这个表情不要那么狰狞。别搞！表情不要那么狰狞啊！什么表情？哦，我们张大哥。来，张三哥，我张三哥疯狂送礼物，快点开始！哎兄弟，哎，我东西是不是落这儿了？你手机在这儿呢，我操！手机在这儿，来给我兄弟，给我继续跑来。哎，你那个，啊，我跑了。给我。给我继续跑啊！
咋了？我又跑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好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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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走！快走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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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一个桑塔纳，我操，在这儿闹呢！不对，兄弟，我这是上海大众桑塔纳。对呀、啊。一个桑塔纳胡闹什么呢？我操！哎，我这是不是上锁了吗？快说说说！不，你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吧！快说说！你进来嘛！真进来了，这钱怎么搞？嗯，钱怎么搞？要不我把这那改装这花里胡哨干嘛呢？我把这个车抵给你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小看这个车啊，宾利真皮座椅，兰博基尼定制星空顶，好吧？太花哨。劳斯莱斯定制星空顶，还有兰博基尼的定制尾灯。嗯，谁给钱啊？他给钱。给啥钱呢？我凭什么给呀、啊？别信他们都是破车来的。美女来租车，美女来租车，你们不给钱出来这出来了。美女来租车，那就美女给钱，那关我们屁事。我给呢。对呀、啊，我是他爸爸吗？难道是我是你爸爸吗？你是我儿子。哦，对啊，那不应该你给我钱吗？把钱给我，我操！哎，我不行，我大晚上过来几点了？来来来，华子华子华子，你给我下来。你拿，这不太好吧？我没欠钱啊。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弄。我怎么的？啊！快点，该给钱给钱，别闹了，我操，大晚上。这李点少我说吧，兄弟，我这真这么……哎，兄弟，大晚上过来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该给钱给钱，要不不客气了。你不客气，给你皮，就是、我看你客气就行了。对，你客气你也得给钱。我们是讲理的，对，是不是？该给钱给钱，别闹了。没钱呢，问题是没钱，有什么拿什么都行，像手机。我有女朋友，你把它拿走吧，好吧？哥，像我有1000块钱就抛弃我，对，1000块钱。我当时就是你花我花500块钱买的，我什么时候是你花500块钱买的？你什么时候不是啊？兄弟，怎么回事、啊？我打一下，1000块钱，来来呀！啊，别往女孩身上，快来！哎，我给你打一下，兄弟，妈了个逼的！打一下，你什么亲戚啊？我操！啊，这你谁？他这儿有病，这脸皮也太厚了！我操，拿钱不给？一千块钱，兄弟别扯了，这现在这么就。你这边该给钱给钱，别闹了啊！没钱啊，我钱都在我老婆这。老婆，你老来给钱吧，老婆。你一会儿推那个妹子，一会儿推这个妹子。我钱都在我老婆这，我妻管严。啊，没钱。再这样不客气了，真的，别闹了。那我客气吧，好吧，我客气客气。你客气有用吗？操，该给钱给钱。我操，那这钱都在他那，怎么办呢？你别看戏啊，你过来。怎么没在我这里了？给钱，我哪有钱啊？我真没钱。哎，有美色，美色，美人计，美人计，美人计。兄弟，我不跟你闹了，我没耐性了，没耐性。你有这个，你有这个，啊，你有这个。哎，你个怂逼，我操！你老往女人上推，什么情况？你该给钱给钱，我有钱，我钱那在他那，我有几十万在他那。兄弟，你也太怂了！你每次往人家美女身上推，哎，你是男人吗？是不是男人？我问你。是不是男人啊？她是我姐妹。你是不是男人？我问你，怂不怂？我不是男人。你他妈欠钱不还，你往女人身上推啊？我不是男人。他不是男人。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那个，我真的。你是罪魁祸首，你还好意思装逼？我操！我约尽快还我。你凭什么让我们给钱？嗯、哎，啊，你耐心，你还怂恿他？你还怂恿这个帮手？快点快点，管我们要钱？耐心我有，我给点你好不好？开车马上走了，快点。我给一点，我给一点耐心点。没钱，那我你都没钱。哎，你怂不怂？我操！要不我把车给递给你，好吧？这车我要有毛用、啊。现在破车有啥用呢？那我换一台，车破烂了都。我这车太怂了，兄弟。我给你换我另外一台车，好吧？你该给钱给钱，我操！你别怂了。车你都不要，这个车我绝对。我车钥匙没命，我车钥匙，车钥匙。尴尬不？大人呢？怎么跟这种屌丝出来玩？我操！这么怂的人，那我这两个车能抵吗？他说有车呢，买两个打火机就这么点啊？是打火机吧？这是打火机吗？是打火机吧？这是打火机吗？打火机哦，这打火机做的挺仿真的。对啊，这还打火机？拿两个，在淘宝50一对吧？这家门钥匙吗？啊、是兄弟，你别太怂了，我操，怂逼个！你现在欠了钱，赶紧还钱，别扯东扯西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打火机啊，问题是。这还打火机，兄弟们！拿，别这个闹了，五十一对儿在那晃，让我看。50一对儿，啊，51对儿，拿，我这拿过来，上手了。车钥匙给我用啊！
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把车钥匙给我。你欠钱不还要什么？这把我车钥匙都给拿走了。打火机做的挺好啊。这是真的嘞。